猴子跳到身上该怎么办？当它跳到你身上之后，把你的包包往前背，抱在胸前，往前走，不需要拨它、拍打它，只要往前走，走一段距离，它就会下车了。跳到身上该怎么办？当它跳到你身上之后，把你的包包往前背，抱在胸前，往前走，不需要拨它、拍打它，只要往前走，走一段距离，它就会下车了。不要蹲下啊啊啊！那你？呀吼！那你一比一完，开不开心？哎，冲完回来。那你一比一完，开不开心？我你错了。你谁冲啊？这猴子真的很讨厌。没东西，遐没东西。哎，冲啊！遐没东西。我的内裤，你搞起冲啊！回啊！嘿，内底是内裤。吼，嘿是内裤啦，冲啊！回啦，吼。你有屁的咸鱼味无啦？哦，内裤啦！我的内裤，冲啊喂！你拍哪回啊？我的内裤！哎呦，猴子挡路了！我知道拿出我的礼物送你了，因为你是我的流量密码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谢谢哦。送你一份爱的礼物，我祝你幸福。客气啦。送你一份爱你。
我们已经僵持了好几分钟，没办法过去。现在看到的是一只生气的猴子。To turn around again, see if he does it again. Face around, away.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生气的猴子。Okay, turn around again, see if he does it again. Face around, away. Ha ha ha!